牛了，无级别啊，来成就啊，弹窗，弹窗，来给我个框，我操！我操，兄弟，兄弟，石头哥来了，他来了，真的圆梦了。我就不知道伤害怎么样了，真的有无级别的成就啊！就这么一波，来先看一下别的啊，不要着急，力魔啊，提米啊，四五啊，其他都是白板，无所谓。来双加，我操！这他妈这无级别的，无级别中的智障啊！这无级别，这，哎呀，石头哥这是无级别之中的智障，怎么可以有这么难看的无级别呢？啊，伤害国标命中稍微爆了一点啊，140武器属性啊。嗯，命中稍微爆了点，命中大概爆了105点啊，105点，正常情况下的话除以三是210的话，216670。不过还好，他好歹也是一个无级别，对不对？啊。